Hello，大家好啊！我们的发布会五分钟后正式开始。 Thank <laughs> you. 啊，欢迎各位家长参加咱们的呃家长会。我们的中学体系发布呢，会在呃这个两分钟后开始。 好，我们再等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正式开始。好，啊，大家进入咱们的这个会议之后呢，啊，检查一下啊，请大家静音，嗯。 好啊，大家可以听清楚我的声音吗？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在聊天区扣一个一。 啊，非常感谢啊，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六年级啊夏季的家长会，也就是我们中学体系的一个发布会。首先啊，我们今天的呃家长会呢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学而思的中学体系。 是什么样的？第二部分呢？承接中学的体系，我们会大家介绍咱们二零二三年，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夏季课程会学习哪些内容啊？会学习哪些知识？那么首先第一趴呢，啊，我们先带大家一起来啊回顾一下咱们英国中学阶段的这个重要的升学事件的时间轴有哪些？请大家看这张图、啊 在这张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英国的中学呢，我们一共是七年啊，前五年是初中，后面两年是高中的阶段。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两个考试呢，一个就是在十年级和十一年级大家可以参加的 G C S E 考试，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高中阶段需要参加的这个 A Level 考试。那么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去到非常顶尖的高校，比如说牛剑。 那么咱们还需要通过一个非常好的预估分去提交申请，申请之后呢，我们还要参加，呃，学校自己提供的一个考试，这个考试是比 A level 还要难的。那么同时还要去参加面试，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啊，在这个过程中呢。 啊，我们除了啊 A level 之外，还有很多的关要去过啊。那除了学校的这个升学考试之外，咱们课外啊，我们都知道英国啊 UKMT 的这个数学竞赛的组织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很多孩子都会去参加这些竞赛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大家看一看啊，竞赛的时间线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以初级竞赛为例，是八年级及以下可以参加，主要是七八年级的孩子；六年级的优秀的小朋友呢，也是可以参加的。那么中级竞赛呢，啊，就主要是这个十一年级及以下，包括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参加中级竞赛。那高级竞赛呢，啊，就是我们高中阶段十二年级、十三年级的小朋友去参加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英国的整个中学阶段。 有一条线是这个校内的升学体系 GCSE 和 A Level，另外一条线呢，我们跟数学相关的是这个竞赛体系。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呃，这个校内的升学体系和竞赛体系，它是不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我是不是要分开学习呢？那么请注意啊，UKMT 初级竞赛和中级竞赛，它和校内的 GCSE 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我们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呢就是 UKMT 初级和中级竞赛，它与 GCSE 考察的知识模块是完全相同的。第二个点啊，也就是说近百分之五十啊，也就是一半左右的这个 GCSE 的考点都和 UKMT 的初级竞赛和中级竞赛的考点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啊，这个呃延伸的模块，包括 GCSE 中比较难的这个啊，GCSE 中不会考到，但是相同模块的延伸知识，我们会在 UKMT 的初级竞赛和中级竞赛中啊会去考到。那么为了证明以上啊我们总结的这三点是可靠的呢啊，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这边呃关于 GCSE 啊我们。 G C S E 官方公布大纲的一个研究，那么在这张表里面我们展示了所有 G C S E 会考到的模块啊，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到啊，在 Target Grade 这里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复数啊，它一分是什么呢？就指的是 G C S E 中的一分考点。那这个考点在 U K M T 中会考吗？注意啊，它也是。 会考到啊，在 GMC、GMO 等等这些初级竞赛中呢，复数这一个模块也会考察到。后面呢是它的一个考察的一个频次啊。那么当然了，大家会问说，哎，我们在 Target Grade 这一栏这一列里面啊，这一个 Column 里面有一些它是没有标数字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GCSE 不会考到啊，竞赛呢确实会考到。 但是，请大家注意啊，虽然说这些点 GCSE 不会考到竞赛会考，但它还是属于什么呢？还是属于这个 GCSE 数学大模块下面的分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的课程呢，为了能够帮助到大家学好 GCSE，也同时学好竞赛呢，我们会在讲某一个知识模块的时候啊，不但把竞赛系的基础知识给大家都讲明白，在此基础上也会给大家拓展一些竞赛的内容啊。 比如说啊，咱们举一个比较真实可感的例子啊，在 sequence 这里，我们都知道是数列，咱们呢十一家，嗯，很多孩子也考过数列，对吧？那比如说第一个 linear sequence 什么意思？是线性数列，对吧？也就指的是我们的等差的这种数列。它呢，不但在 G C S E 中会考，在 G M C 中也是会考到的。但是呢，同样的数列模块下面就有一些知识点是只有竞赛会考啊。 比如说啊，我们这一项给了啊，跟图形相关，对吧？第几项它有多少个小木棍组成？问大家第十几个或者第三十个图形，它有多少个小木棍组成？这类知识在 GCSE 中呢，怎么样不会考到？但是在 UKMT 的竞赛中呢，是会考到的。所以说我们在带大带大家备考的时候啊，会把这些内容呢都涵盖进去啊，带大家。 啊、呃，去进行学习。好，那么通过这个展示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英国的升学体系，它和 U K M T 之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呢，讲了这么多啊，大家对于。 英国的整个呃中学体系，不管是校内也好，还是竞赛也好，已经有一个比较啊、呃、清楚的认知了。那么这张图呢，大家可以截图啊，给大家呃这个几秒钟的时间，非常全面的给大家展示了英国的高端生的一个成长路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Y 六，刚刚考完十一家，那么在这个阶段，大家也会发现很多孩子是吧？这个 PMC 也拿奖了啊，也我们我们也在帮大家备考 GMC，这就是六年级的阶段。那么未来我们要 focus 在哪里呢？我们就要 focus 在初中啊，我们要考哪些竞赛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获得好的预估分，获得呃这个呃。 通过竞赛的获奖，为我们的文书文书增光添彩等等啊，入学考试。那么这个图我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大家呢自己截图啊就可以。那讲完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啊，给大家总结为什么在英国的初中阶段数学那么的重要这里呢，我们从长期来看，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数学啊，它在大学录取的时候，它是涉及学校及专业最多的科目之一。那么我们在括号里面列举的这些专业、啊、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就业非常好的专业，比如说经济工程、CS 精算、物理化学，包括管理、统计、会计等等这些科目，都对大家的数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数学啊，它是所有理科。 包括啊一些工科的这个基础啊，所以说我们学好数学，未来的学习呢啊理科方面的学习也会更加的轻松。第三个点呢是对大家在考试方面的一个帮助啊。大家都知道，在 GCSE 阶段，数学、英语和科学呢是这个必考的科目，也就是说数学呢是绕不开的。那么在 A Level 阶段呢，我们需要选三门科目进行考试。那么这里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三门科目 Math。 是一门 f u r t h e r Math 是另外一门如果说我们的数学学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直接选这两门和数学相关的，再搭配另外一门我们比较擅长的科目，那么在选科的时候，孩子们也会非常的轻松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英国的这个长期的中学体系中，数学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了很多客观的事实，对吧？为什么英国的啊、呃、这个升学体系是这样？数学为什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学而思的这个中学体系是什么样，怎么样去帮助到大家。那么简言之呢，我们学而思的英国的中学课程体系呢？ 是专注于咱们高端生的培养的知识点的大纲呢，是以 GCSE 为主，就是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啊，GCSE 的大纲。但是我们在课程目标和难度上面呢，会基于 GCSE 的大纲，啊，这个呃，给大家拓展到 UKMT 的这个难度上面去啊，希望孩子呢能够通过 UKMT 竞赛啊，检验自己在同龄人中的一个数学水平。那么啊，具体从这个时间的维度来说，我们。 初中数啊，我们中学数学呢是四加二的一个体系。好，那么这张图呢就会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展示啊，四加二是什么意思？那么四就指的是我们用四年啊学完这个初中的所有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用两年的时间搞定高中的体系。那么四年，呃，我们说学完初中体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第一个目标啊，最基础的目标就是带领我们的孩子在 GCSE 中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拿到一个九分的成绩啊。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啊，我们希望咱们的孩子能够在竞赛中，初级竞赛和中级竞赛中呢，啊，获奖进入复赛。第三个呢，就是说啊，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会被推荐，或者说自己你可以选择去学 GCSE 的 Further Math。 那么我们的课程体系也能够涵盖这部分的内容。到高中的话呢，啊，我们会带领大家提前一年学完 A level 的 Math 和 Further Math，也就是说呢，啊，让大家提前拿到一个比较高的预估分，为对于未来申请大学能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这就是我们的四加二体系。 当然，家长可能会问：哎，这个一和一是什么呢？那么，请注意，这个和咱们长期体系的学员呢，大家就不用参加了啊。这两个呢，就是呃，如果你有短期的需求啊，想冲刺一下，你是可以参加的啊。好，那接下来啊，这张图呢，就非常清晰的展示了我们对于不同班型，比如说 M 班和 A 班啊的孩子，我们怎么能够啊帮助大家在四年实现。 那几个目标，大家可以先啊，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一个初中体系的一个四年的规划。那这里呢，我主要给大家解答几个呃常见的问题啊，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啊要在四年的时间内学完 GCSE？为什么要初中阶段抢时间，对吧？啊，那么其实啊，呃，我们要知道。 其实 GCSE 的数学相比于 A Level 而言呢，它是比较简单，而且这两者之间的 gap 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当孩子如果学完 GCSE 之后，他直接去学 A Level，他会觉得，呃，很难吃得消。所以说，我们呢，把时间抢出来之后，后面我们可以提前进入 A Level 的学习啊、呃，大家的高中阶段就不会压力有那么大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在初中阶段去抢这个时间。第二个呢，啊，就是说。 家长们可能会关心，你们从课程维度是怎么样把 GCSE 和 UKMT 给融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呃，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展示的那个 GCSE 的那个课程体系，就是在呃我们的课程设置的时候，如果这个知识点啊，具体的某一节课的知识点，它是 GCSE 的考点。 也是 UKMT 考点，那么我们就会啊把 GCSE 的考这个基础内容讲完的基础上呢，给大家延伸拓展到 UKMT 的一个难度。那么比如说啊，大家在那个表里面看，有一些它是 GCSE 不考的呀，啊不考，只有竞赛考怎么办？那么我们也会通过啊某几讲的课程。 单独的去帮大家解决 UKMT 的这个呃竞赛会考到的内容、啊、这就是我们在课程上面通过这样的一种设置，帮助大家能够把 GCSE 和 UKMT 的这个内容呢都给它学好啊。好，接下来呢解答大家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呃咱们具体的 M 班和 A 班有什么区别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从这个学习的大纲啊，这个知识模块上来而言呢。 是呃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呢，呃，咱们 M 班的这个竞赛占比和 GCSE 的占比呢，基本上是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就一半一半的一个占比。那么对于 A 班而言呢，我们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呃篇幅放在基础的知识上，也就是 GCSE 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一个内容，但是 UKMT 呢会占到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内容。这就是我们 M 班和 A 班的一个。 大纲上的一个区别，内容上的一个区别。好，呃，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 GCSE 中的 Further Math 啊，因为我们学而思的孩子啊，数学肯定比啊同龄的孩子要强很多，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机会去考 GCSE 的 Further Math 啊，老师推荐啊，自己去呃申请等等。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什么时候去学？请注意啊，就是在。 十年级的夏季，我们会去学这个内容。那么孩子在学校呢，也同样是同样的时间啊，在这个时间去学 GCSE 的 Further Math。呃，GCSE 的 Further Math，它会对于我们啊平滑的去过渡到 A Level 的 Math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好，那么同样的，关于 GCSE 的 Further Math，A 班、M 班的区别也是啊一致的，就是我们在知识的模块和这个大纲上。 啊，是一致相同，但是呢，在难题的占比上啊，这个 M 班可能会比 A 班会更多啊，会多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呃，给大家关于 A 班、M 班我们整个体系的一个解读。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学而思已经做出了非常完整的四年的一个啊课程规划，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啊，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从七年级的 Summer Holiday 开始啊，啊，中学有 C 班的，我稍后会说啊，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从七年级 Summer Holiday 到 Autumn，每一讲讲什么，会涵盖什么内容，是 GCSE 相关，还是竞赛相关，还是两个都有啊？每一讲的内容、学习目标以及它对标的知识模块啊，这个是七年级。 我们看啊，这个是八年级，从八年级 homer holiday 秋季、春季啊，一直到这个 summer 啊，都会涵盖。九年级呢啊，也是同样的啊。九年级，好、啊，接下来到十年级啊，到十年级，非常的详细。我们呃，基本上啊，把所有的咱们从这个七年级一直到。 十一年级目前所有大家要学的知识啊，按照这个时间线已经排好了啊，已经排好。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大纲呢，现在是全部啊尘埃落定啊，大家跟着这个体系走，未来呢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啊目标学习目标。好，那刚才有家长哈、啊、在这个聊天区里面问说，呃，咱们中学有 C 班吗？啊，注意是有的啊。 那么 C 班的话呢，和 AM 是比较不同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C 班中学阶段的 C 班会怎么样呢？在三年时间内就学完这个 GCSE 的内容。大家回我为什么还要再抢一年的时间？那么请注意啊，呃，我们的高级竞赛哎、啊，就是 BMO。 相比于初级和中级而言，对于孩子的升学其实是含金量或者说这个价值是更高的，但是它对于孩子的数学基础呢是有很高很高的要求。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只有 C 班的孩子在参加这个呃高级竞赛的，呃，我们希望咱们 C 班的孩子在参加高级竞赛的时候能够获奖。也就是说，我们。 把时间啊，这个抢出来，让大家在这个高中阶段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冲刺这个高级竞赛，并且呢，啊，拿到一定的好成绩，为咱们未来的升学能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就是 C 班的一个核心目标啊，可以说是全程对标竞赛啊。当然了，呃，GCSE 和 A Level 大家有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延伸的关系并不是不同的两条体系，是完全一脉相承的啊！这就是咱们 C 班的一个体系了。好、呃，那么这张图呢，大家也可以截图哈。我们这个图呢，大家可以我就一笔带过，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我们不同的这个班型：A 班、M 班、C 班，在中学阶段我们对大家的。 竞赛提出的一个目标啊，只要跟着这个体系走，我们呃都能够帮助大家啊，在竞赛中呢拿到不错的这个成绩。好，呃，接下来呢，呃，我们来讲一讲咱们这个夏季的课程啊，夏季会学习哪些内容？呃，首先呢，啊、呃，请大家注意啊，我们刚才说的中学的四年体系。 咱们六年级的夏季班就是整个体系的起点了啊，因为呢，我们从呃接下来的夏季班就要学习一些初中的知识。那么注意啊，呃，这个起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说起点重要呢？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的小学在小学的知识点呢，它是更注重模块化的学习，它是比较。 呃，每个模块和每个模块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中学阶段的学习呢，会更加注重体系化，也就是中学知识的前后关联呢，相对而言会更加的紧密啊。比如说，我们呃，咱们六年级老师跟 Tiger 老师，还有思琪老师跟咱们中学阶段老师会会沟通啊。很多孩子他上课他并不是说知识点听不懂，而是说他之前有一些内容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啊，所以说导致现在课堂上的很多老师默认大家之前会的内容呢，他之前没有掌握好，所以说听课听起来呢效果就不是很好。所以说在初中阶段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头啊就要把这个基础打好。那么夏季班呢，我们会给大家讲很多计算相关的基础，包括有理数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那通过这幅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小学知识啊大多数都是。 成模块化的去进行学习，会有不同的知识模块，模块与模块之间，呃，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呢，更多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初中知识啊的一个示数了。从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要学函数，你说我能直接上就学函数吗？肯定不行啊。我们学，如果要把函数学好。 第一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代数基础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有理数、无理数计算、实数范围内的计算，包括咱们的 algebra 啊，含有字母的这个式子的计算，一定要非常熟练。这是一个基础。第二个基础是什么呢？啊，我们的函数大家知道，函数都是有函数图像的啊，不管是二次函数、三角函数等等，它都是有函数图像的。那么牵扯到图像，我们就要。 啊，谈到这个几何了，这里的几何变换，比如说二次函数图像做平移变换，做这个旋转，或者说是啊做对称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几何方面也有很扎实的一个啊这个基础。那么基于代数要好，几何要好，那么之后我们在学函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把这个方面函数方面的知识呢啊掌握好。 这就是啊，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小学和中学阶段学习的一个差异啊。总结叫什么呢？就叫做体系化啊。怎么去理解体系化？就是初中阶段啊，这个知识点前后之间的关联非常非常的紧密啊。好，那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夏季大纲。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夏季课呢一共是十次课，在最右面的这一栏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讲它所对应的 GCSE 中的啊考点的分啊考几分考点啊，比如说数与运算公式类，包括我们的平方差公式以及平方数求和公式这些呢是 GCSE 中的六分考点。 呃，那么咱们蓝色给大家标注出来的就是啊，在它在 GMC 和 GMO 的初级竞赛中会考到的一些呃内容。呃，这里呢额外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后面的三讲，后面三讲呢包括循环小数以及有理数数轴啊，我们未来 Holiday 还会学到。 呃，有理数的计算、有理数的加减和乘除这些内容呢，对于孩子未来进入初中的学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大家的打好一个计算基础啊，都是至关重要的。好，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下节课这么重要啊？首先呢。 下节课作为我们小初啊衔接的一个关键，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打好初中的一个数学基础，并且培养好的数学学习思考习惯啊，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这里以勾股定理和原与扇形为例吧。啊，勾股定理我们都知道是咱们到初中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呃要学习的数学定理啊，呃，它在几何中。 很重要，几何计算中很重要。那么在呃函数中有没有相关的知识也是有的，因为往往啊我们在学到圆的时候，圆它和函数啊一次函数会结合，有这个切线，对吧？那么圆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直径对应的一个。 呃，圆周角也是呃一个直角，那么这中间呢也会考察到勾股定理，所以说大家会发现，现在学好勾股定理，未来学函数，未来学习不管是一次函数也好，还是其他的综合题目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关于有理数和无理数的计算啊，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啊，今天我还在跟思琪老师沟通这个问题。 啊，就是觉得班上很多孩子现在学一次函数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次函数，我们要求求这个斜率，比如说 y 等于 mx 啊，加上一个二分之七。他告诉你这个函数怎么样呢？经过一个负二根号三这个点。那么大家会发现啊，在整个题目的过程中，又有负数计算，又有分数计算，又有这个无理数啊，包括根号的计算。很多孩子其实这道题。 很简单啊，只需要一项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呃除法就可以。但是呢，很多孩子因为在这个初一的时候啊，在咱们小数衔接这个阶段没有把有理数练好，这个问题经常出错。然而，这个题只是这个函数的综合题目的第一问，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夏季的课程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能够帮助大家呃。 把整个初中阶段的计算基础给它打好，那么并且我们会呃后面呢夏季课包括 holiday 也好，只要啊跟这个计算有理数相关，我们会通过打卡练习等等把大家的这个计算能力啊提升上来。好，那接下来呢啊大家可以呃看一下我们其实这个 summer 总结起来一共就是三个模块，第一个叫数与运算是非常重要也是占比最高的，包括公式类计算。 循环小数啊，呃，循环小数，呃，另外，呃，循环小数的这两点呢，是一个是我们要认识循环小数，另外一个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呃循环小数化为分数，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有理数与数轴了，非常重要啊，衔接咱们呃这个中学课程非常重要的一讲。那么在几何方面呢，我们会讲到三角形的边的关系、圆与扇形以及体积问题的拓展。呃，那么还有三讲呢，是咱们。 呃，跟竞赛相关，比较呃有难度，会给大家拓展的一个知识，包括行程中，我们之前小学阶段学过行程问题，对吧？但现在呢，我们把正反比例加进来啊，那么它就和初中是有联系的，为大家初中做铺垫。包括数论综合、构造与论证这些呢，虽然 GCSE 中呢不会考，它比较难啊，难度比较高，但是呢，在竞赛中啊，跟我们的体系啊，竞赛中一定要啊。呃 好好的去学这部分内容，在竞赛中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嗯，好，那接下来呢，啊，就呃，我们跟大家聊，呃，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长期以来学而思的体系给在读学员提供的一些福利了。嗯，首先呢是教学服务类的福利，呃，比如说我们会有每一个学期会有期中考试，考完之后呢，老师会一对一的跟大家反馈学习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啊，检测孩子们阶段性的一个学习成果。第二个就是模考打卡，我们最近在群里面带大家进行的，呃，初级竞赛打卡，以及呃，我们之前做过的十一家的真题打卡。未来我们还会做这个初级，呃，这个呃初中阶段的计算打卡，带大家呢，呃，通过打卡的这种形式，把我们的呃练习量提起来，把我们的熟练度呢也提起来。 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会定期的进行 Office Hour 啊，及时的针对长期班所学习的内容呢，去带大家进行查漏补缺，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呃、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会对于在读学员而言，我们会设计很多短期班，比如说咱们复活节就会给大家设计这个 JMC 的冲刺短期班啊，我们带大家刷了一定的真题，发现了大家在刷真题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易错点、难点，我们给大家设计一个短期班，带大家在考前呢再。在 啊，集中的复习一次啊，攻克所有的难题。那么在学习资料方面呢，咱们会有这个呃学而思的这个资料包计划，包括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邮寄了这个免费啊，给咱们在读学员免费邮寄的纸质版的 UKMT 的初级竞赛一本通，未来还会有中级竞赛一本通啊这些内容。而且我们每个月为了呃提升大家的一个计算能力啊，因为在数学中计算是老生常谈，但是呢。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大家提供一本这个计算练习册，提升大家的一个基础的计算能力。那包括真题了啊，我们也会呃收集非常全面的真题资料发送给大家，让大家呢呃至少在资料方面，我们是能够有大量的题目去练习的。呃，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在读学员的一个福利。 好，那接下来呢？啊，是我们下节课的一些报名相关的信息了啊。我们呃六年级的呃任课老师呢，可以说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啊。Matt 老师、Tiger 我啊，还有咱们的桂龙老师、凯文老师啊，呃咱们的数学老师的数学功底以及我们的授课都是啊受、呃、到大家的好评的啊。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个夏季课程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展示啊。我们现在呢是有二十人班和八人班。那么原班啊，咱们老生已经帮大家把呃对应班对应的夏季班的课程架构到了您的这个学生账户里面。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包括优惠券也给大家已经绑定了。那么呃，我们 A 班和 M 班的呃今年的这个夏季班的优惠。 呃，A 班呢是有五十磅啊的这个、这个、呃 Disc ount, M 呃 discount，M 班呃就咱们的八人班是有五十磅的 discount，二十人班呢是有二十磅的这个 discount，所有的优惠券呢也已经给大家绑定到您的这个学生账户里面了啊，今天晚上就正式大家可以开启夏季的报名了。那么 C 班的话呢，咱们呃任课老师啊会和咱们 C 班的在读学员去具体的啊进行沟通。 好，那么关于如何续报呢？啊，我们会稍后在呃咱们的班级群里面给大家发送这个呃续报的链接，或者说呢，您在咱们的呃这个学生账户里面找到 Unpaid Courses 就能够看到给您已经加购好的课程，您在支付的时候呢，呃记得选择咱们的优惠券去进行支付啊就可以了。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支付啊，呃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期。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六年级家长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学而思的中学体系啊。关于这个内容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呃啊您进行提问。 呃，咱们三个 C 班啊，如果有名额的话，大家是可以去调整时间的。啊，如果说呃，伊森，伊森妈妈问我们，呃，如果说孩子的英语，呃，有，我们可以通过试听啊，来看看这个课程是否适合孩子。嗯。 咱们的夏季课程呢是四月十八号开始。好，那如果您没有怎么从 M 班转到 C 班之后呢，我们会呃有统一的这个升班的测试啊，到时候会跟大家通知。 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了啊，我们呃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这一年带领呃家长和孩子们我们一起努力备考十一家，辛苦了啊！我们未来呢也会带领大家在中学的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谢谢大家。